就这个很好听，但是我不想直接现在全部都唱给我。就是要听。太敷衍了，嗓子有点疼。你说江南烟笼稍微有点耳机，要不要chill？塞北古，对，我回去我嗓子休息一下，然后我再那个黄忠心分水流影，或者今天晚上我在 VIPO 上面唱。时光一提笔，那年红雪冬青一水袖，但你君还记，心中旧故早偷记。那年风雪偶然归来，轻声说爱你仍还记。铁马将军等烟入海底。如果是戏腔唱，你说江南烟笼雨，塞北古天气。哇，挺好嗓子的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在教你们打响指，哎，我在看我的自己正骨的。这是几岁啊？哇，脸上那么多肉呢！这时候是几岁啊？不知道，看起来像18左右。哇，这个音效！哎，小雨，我教你一个我的绝招。嗯，什么？还好了，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夸张。嗯。天使主播。怎么样？耶，怎么还是有？是怎么还是有那个咖啡色？灌汤包好啊，哎，还是没有搞定。我真的会谢。我觉得他从现在开始要变成关东煮了 ，OK？ 我们再来看一下雨石哥，雨石哥这边。我在帮他清理。清理他的就是对吧？哎，你要留一点点才写实，你留一点点吧。哇，瞬间可爱很多。你应该在上面稍微留那么一丁点，就特别写实。哇，好可爱啊！我觉得咖啡色是不搭呀。还好啊。换成黑色呢？我觉得可以换成黑色，对吧？会颜色更统一一点。说实话，你问我，我觉得我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说话。怎么像小猫啊？因为我对自己就是这个像小猫一样。我想把这个咖啡色换成黑色。就是看可以看画那么好啊，就没钱乱了啊。像老鼠？谁说像老鼠？他除了福袋以外啥都像，有点过分了。还是可爱天才是什么东西？是我搜这个视频吗？兄弟，我们可不敢随便给人打电话连线。我们兄弟们，他在工作聊天。我们平时聊天的话，毕竟是一帮男孩子在这里聊天嘛，不知道说出来东西有多多，兄弟们，这种突袭打电话，是这个吗？现在毕竟是国际唱联组合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们觉得很开心。就是在打电话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就聊天会开玩笑的。他妈摔跤的话呢？哇！我今天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发好多消息，他不回我，我今天揍他！我的妈呀！我今天在忙。我穿那个衣服那么幼稚。
我当时录热血浪。我的妈呀，怎么那么搞笑。你这个是冷到就是冷到神志不清了吗？啊，好搞笑。很可爱耶。我的腿好短啊。还叫点睛，太可爱了。哦，你点睛。主播回来叫你名字。啊，回来。好吧，好吧。祝大家所有人考试都是满分。刚刚你这个说的是什么电视剧里的？《甄嬛传》。哦。斩断情丝，心又乱。你来的就那个金猴舞，来来来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严肃点，严肃点，我一定能做好了。给我看看你的神韵。我也不知道这段舞怎么跳的，主要是。我回头学一学，然后下次直播教你。我不想再学舞了，等一下别给我挖坑啊！我不想再学，我不想再直播。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，有时很乖，乖有时有点坏，最爱耍宝，偶尔耍无赖。时候也很乖。